外线的出手进，投进了三分球。许廷宇这边小球要给啊，最后回到他的手上，许廷宇打进了分数。外线的尝试进，投进了三分球。不多是前面快攻的机会，许廷宇上篮进。转给了陈应慈，给到前面完全空掉了许廷宇，大板进的比赛。外线许廷宇出手投进了重要的三分球，出手太勉强了，不过进攻篮板还是在师大的手上，最后把这球放进。